老板，我今天的劳动合同到期了，然后我想要不趁这个机会，我想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去签呀。关键是今天之内得一定要续签吗？但车上也没有印章吗？老板，你的车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现在可以去公司了。等一下，看我今天穿这好看吗？感觉有点俗。那这个呢？你这个穿了好多次了，你不厌我都看得厌了哦。那你喜欢女生穿什么样子的吗？我挺喜欢女生穿连衣裙吧。哎，老板呢？你说的是这种吗？花的美丽在你家。假如老板是你的女朋友，我不是说了吗，会延迟10分钟。可是老板，没什么可是了。老板，我来了。你怎么才来？人家都等你好久了。衣服怎么这么皱啊？还是挺帅的。走，我们一起去开会。走，我们下班回家。老板，可是我现在工作还没有做完呢，刚才主管叫我加一下班。我跟他下班回家。好的，老板，你们慢走。现在可以了吗？走，我们下班回家。假如老板是软柿子。哎呦，老板又在相亲了。没有啊。别骗我了，老板，我在网上都看到你的相亲信息了。那你别说出去哦。别说出去，又也不是说不可以，但要不先给我加个薪呗。那加2000。2000都不够我零花钱的2000，老板。加1万。1万有点意思，差不多。那现在钱有了，要不好人做到底，帮我介绍个女朋友呗，老板。我上哪给你找去啊？我不知道，老板，找不到的话你也行，就这样子，等你好消息，拜拜。老板，我来应聘工作。剑桥毕业的，还单身啊？我上面忘记更新了，我有女朋友了，可是我最近跟她有点吵架。可是情侣之间不是难免有一点误会吗？可是我实在忍不住她了，我要分手。可是谁叫我是男子汉呢？包容她我是应该的嘛。回去等通知。可可，你好，我是阿姨，介绍我过来跟您相亲的。你好。第一次相亲，但是我现在没车没房没存款。我有啊。我不是看中你的钱，最主要是我听阿姨之前说你还是喜欢健身的男孩子。那是以前了，现在我觉得男生有点肚子还蛮有福气的。我是家里的独苗，我妈说过一定要我生个男孩子哦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生到男孩为止。哎，那你这么说话，其实还有一个最关键问题，其实我是不太喜欢长得漂亮的。你别笑，你们一个个的下班电脑都不关，不是跟你们讲过了吗？要节约用电。老板，我觉得你没有以身作则。什么？因为你就在对我们放电啊。是心动啊，怎个眼神得不到。假如你和老板谈恋爱。被上个月公司盈利1000万，我已经转到你账户上了。你等等，我正想找你呢。为什么账户上只有999万？那剩下那10000块去哪了？我买了一个新款的包包。什么？什么包包要10000块钱？你就不能去买一些汉堡包、生煎包、蛋黄包吗？家就是给你这种女人给败光的，哇！听见了没有？反正你好凶啊！可是我好喜欢。